所有赚取的红利时间都关系到你们能不能够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前元旭与乐天明星队 PK 棒球贪食蛇。宜兰的樱桃鸭用中药去腌过之后呢，外皮再淋上糖水，风干10个小时，用传统的港式挂炉方法呢去做出来的片皮樱桃鸭。现在好好的来享用今天的料理啦！哎，你今天怎么样？我干嘛？队友进行弹珠游戏 PK， 赢家即可入住童趣主题房，输家则得到30分钟红利时间。哎，但是现在到这里就过了，过了就掉下来了。对，你可以大力，你可以大力吧，大力投石机。你可以大力，你可以大力啊，大力出奇迹。这一台今天晚上赢了，赢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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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打了，还有还有还有机会。打铁反对游戏玩这么精彩不容易。这一台啊，是坐在游览车上面的，现在才过去干嘛？来，恭喜5-4，元田玉获胜！哎呀，哎，逆转胜哎，逆转了，太逆转了，很惊人，很惊人，逆转，嘴巴变绿，变咒语，变咒语，变嘴巴。来，第二组是谁？我吗？你们是气，来上前一步，开始。喝汽水了，各位！现在眼前两边各自是5罐弹珠汽水。等一下呢，哨音响，大家开始用吸管去喝这个弹珠汽水。然后谁先喝完5罐？我这气超多哎！而且最衰的是，刚刚丰田输了，不痛不痒。对，我们这个输了，还喝还会吐，够衰。他还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会痛。哎，还在冒泡。来，我们先喝再说。哨音响开始喝，预备。我觉得前面也不是硬拖，应该到第3、第4、第4真的是19粒，没有问题。但刚才开的时候有一些弹珠汽水的流出来，看看运气。真羡慕我刚刚没有吃东西啊！赵伟哥你要加油，你一定要第二把。我先打嗝都闻不到味道。那个淀粉跟那个炸胀气了，胀气了，便当都喜欢多吃一个。
么差别？超贼厉害！多大一个？我现在用力咳嗽，大概因为刚刚录音。30分钟红利时间，第三组，请上场。第三个游戏猜就是猜弹珠。哇，你们好像刚才有猜到，这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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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的。这个游戏有心机的空间吗？没有，少。好，因为它又不是那个楼道听不见的。有演技吧？对啊，那个是失智的。跟观众朋友如果人不知道的话，这个游戏就是两边各自抓一条马，然后呢去猜对方的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猜中两次，啊，那个人就获胜了。哦哟，好，所以猜中两次就入住我们的套房。啊，来，衰了，抓一把起来了。这状况，我先跟你讲啊，怎么样？因为我这个人，等一下，他打得好臭哦，臭到这边吗？你怎么可以来这边呢？我先躲起来，我这个是实境。要玩多久？没有，哇哦，
鸡爪功。没有东西，不行不行，林科啊，不能林科，不能林科。真的。来，一中，你觉得它是单数还是双数？很少，它这边应该差不多两颗。那我就一边吃，双。双，你们都猜双。双。对。哦，可以了。哎，怎样？你上车了？他上车了。哎，你不要紧张。底数是1:1，只要有人再赢一回，就赢了，就直接入住。好，来，我这边有一个公家袋子哈，请把两边各自抓出来的弹珠放进来。鸡袋，不要看袋子。狼抓了，狼抓了，不要看，是我看到你的手，好是。好，来，好兵不要看出来。来来来，哎，这样你看到了？我没有看啊，没有，我这样子朝我这边。来来，好。你先猜，不让你们两个答案要不一样吗？对啊，一定不一样，不一样。你先回去第一个，输第一场。我猜双数，你猜单数。来，给我一个袋子，我一颗拿出来。来，你刚猜到双单，好来，一颗单，双单，双。哎呀，有了吧？单。有白纸。三三三三，十三。还有没有 ？Oh my god！ 十一颗，十一颗，十二，十三，十三五，没有了。三。哎，公平了，公平了，好玩，好玩，好玩。精彩。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吃不到晚餐，还要睡车上？他哭了，他哭了。哈哈哈哈哈哈！跟水有关系，眼前有一个水杯，两边轮流丢弹珠进去，你一次可以丢一颗或两颗，最多两颗，最多两颗，只要有人先让这个水溢出来，就输了。哦，好，不要喝水了。啊，但你要再把规则复述一次吗？就是最多丢两颗嘛。对对对。然后如果溢出来就输了。很好很好，非常棒非常棒，很棒，好，真的好聪明。哎，两边入住了好不好？我觉得可以入住医院。两边叫谁要先？让你选择。那我们都不要碰桌子，对，不要动它，好啊好，女士优先的啊，那我就前面还很简单啊，对啊，只是最好放所谓。成功将碰糖中五的图案取出，哎，那是不是要出现经典的舔碰糖画面？那个是要倒数计时的时候，没有限时，没有限时。走开！走，要怎么办？我可以自己。走。我更觉得你先碰到手机。你是优先的啊，那我就前面还很简单啊，前面对啊，前面最好放，所谓的，哎，要有喷出来就算了，掉下去也要小心，对，丢的时候就还好一点，再多放啦，快一点啦，对啦，先快一点放啦，快两颗，前面有八亿喷出来，很远很远，大到倒嘞，就可以。有了，开始有点了，慢慢逼近呢，这个杯缘啊，再来，接下来还剩两颗，位置，开始花这两颗绝杀吗？可以，还可以，还有两颗，大概还有四颗，哇，这只要放两颗，你出来了，你出来了，我来，你把它冲出来。好烂的，会不会其实你还是没有优越的？他这样就没了。
看你这张卫生纸撕的。没有，刚刚前面有一点点啦。没有，前面前面的只有一滴喷到旁边而已，你是整个流出来。没有办法帮你清洗。没有了耶，还有好几个，他已经没了，烂透了，哇，糟糕，恭喜花姐入座，莫名其妙的一个，哎，你一整天都磨一个莫名其妙，对不起，对呀，都磨不掉，磨不掉也可以。好，来第五组，请上场。等一下，他们在讨论在房间，我们要干嘛？要干嘛？因为等一下玛丽加进来，玛丽加进来，我们要讨论谁要先洗澡，对不对？对啊，你们先。搞不好小豪跟你们洗啊，不可能的啦，我也洗，哈哈哈哈哈，要干嘛？出分自己加油，好，来这一关要玩的就是弹弹珠的游戏哈，两边的各自弹弹珠出去，看最后呢留在圈圈里面的弹珠是谁比较多，好，所以就可以入住，一人一颗是不是？轮流，你一颗这样子，啊，你们谁要先进攻？很是优先啦，啊啊啊、这个要进去都难了。他很认真去做指甲，而且你可以把它敲出来。对的。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绕过去哦，你听过了听过了。把它撞出去，撞出去，撞出去，撞出去！对，有位，有位，跟有位，有位，好看。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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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哇塞，两个，哇塞，两个，铁球，哇，这是哪个？这哪个？左边，是不是有点痛？然后会不会等下去房间要包扎三十分钟？刚刚看到指甲都碎了，好球！他自暴自弃，要往下看，你要怎么样？他描写。玛丽，你要，我建议你要不要想一下，你再进去逛。要不然我要躺，立刻把两个打出去。你用力啊！还要三颗，要三颗。哦。哎，你差点自己把自己。对啊。为什么呀？你弹这样，你下压，你要怎样都歪歪去点。可是你换一个方式，你这样子出去。加油！你这样有机会。不知道看有没有机会，你要暴力死，你刚刚下一个最舒服的就是。他都一直还是你整个人靠过来这里，这样才会比较。还是你整个人靠过来。哈哈。我操！哈哈哈哈哈哈！用力，用力，用力！现在只能发射子弹。对。这个是好像很好玩。你还有一颗，你直接打出他带太阳穴开打。直接瞄准他太阳穴打下去，他的房间就是你的。收住！哇！好香！哎，这什么对白？乱的，乱的，这给你了，这给你了，这也不在乱的，是十颗歪的。好了，玛丽诺麦，恭喜小阿甘入住套房。来，赢家我们就准备洗洗睡了。洗洗啊，洗洗啊，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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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注意完，应该不用吧。打耶！哇！说四个人要轮三十分钟，其实哇，哎，我要用哎，开始计时啊！不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不悲情，对啊，因为我们刚才我们想出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哦对，就是玛丽提议的，不是我们自己自肥要玩的。玛丽，你跟大家讲你想要干嘛？我想要帮你们洗头，但因为我们时间只有30分钟，所以就是可能要选一个。我们四个男生选一个，全部给他洗。好，来，哇，我洗头技巧很好哦。我要带去肩颈按摩。肩颈按摩，等一下，
我以为你要不要进园，你根本不需要洗头。我可以按摩头皮啊。剪刀石头布，石头布，石头布。我在演，我要先洗按摩。我已经洗好了啦！
不是掉了啦！哎，五公斤干嘛这样啊？好呀，好。哎，你怎么不要扶？扶不起。喂，哎，金牙 K， 你连付钱都想跑啊？投诉！放我们出去，这一间不好，再请一看，请一看。投诉！哎呀！我洗好了，谢谢。还有谁呀？我洗好了。好了，阿峰不要。要。我还一直滴水啊。哎，你脚洗好了吗？还没有洗脚而已啊。进去。哦。啊，你是造成关在我身上什么的？哎，休息。为什么不只有泡泡啦？哎，你现在看得到哦，哎，好烦。送回去。六人一组，需之力吃掉碗内的果冻，并用空碗与敌对 PK 五子棋。在挡我们的，你会死。要出来了！来了！住他们史努比套房。Oh my god！ 听说里面全部都是很认真史努比主题房。Oh my god！ 你看这里就是史努比耶，就是史努比，好可爱。哎，那你看这个走廊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有一些壁贴也全部都是史努比里面的人物，满满的史努比感。塔克。然后重点是要来开箱房间。哎，你有住过史努比的主题？没有，第一次。哎，我也是哎。哇，好可爱！先看一下本兽，对不对？厕所很重要。你看，这里面就很多史努比，超可爱的。哎呦，好可爱！那后面马桶有史努比的？没有。后面里面有史努比的。哦，这里没有。洗澡看不到，但看艾莉很多。而且你看，这里都小袋子都有史努比。这个都很细致的哦。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饭店。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在泡澡的时候，其实看出去有一个师傅躺在这边，然后精彩的就在房间里面。哎，等一下，到这里，你看，拖鞋史努比的脚哎 ，Oh my god！ 而且这一间房间里面，只要关于史努比的任何一些东西，是可以带走。真的假的？对，但是除了那什么一些贴在墙壁上的一些什么报纸不能，其他这个都完全哎，这个超用心的史努比脚胶哎。对。百威家。哈哈哈哈哈！好史努比哦，对，而且有一些饭店说是主题的，它就是用贴纸啊。可是你看它这个是，
真的是立体的这样。那这个床头背墙，我只能说做得非常的用心了，真的，因为它有很多异材质的结合。好，这间是一个亲子房啊，就是说你看，其实爸爸妈妈睡这边，小孩睡这边。那种像就像露营的感觉，对，好棒。史努比，我是史努比，可以带走吗？这个是可以带走，真的假的？这边带走。啊，这个壁灯可以带走？壁灯不行，壁灯不行，装置不行。这边史努比壁灯，然后不能动都不行。然后像这个笔记本也是，笔记本这是史努比的主题房的手册这样。哦，超可爱。哎，这个水，你看这水是史努比耶，太棒了，好不好？好可爱，很用心哎。杯子，随便一拿。也都是史努比。哎，如果你真的喜欢史努比，你真的要来这边住一下，那感觉太棒，被喜欢的角色围绕，对不对？哇，陪着你睡觉。对呀、啊，好，那我们准备睡啦。好，太棒！我跟你讲，你是男生，我是男生。早晚做主。你是查某哎，我是男生。再短我有你啦，你最困家啦。哦，这么好，我怎么那么贴心呢？这是我的。史努比。这样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是要去开记者会。哎呦，好凶哦！你凶屁凶啊！你先骂人就没魄力。对啊。还好有墨镜。哎。我要找位置啊！你看，今天晚上就要睡在这边啊。啊、你到底是谁啊？这就是你们今天睡觉的地方。来，我理他。别错。我是大头对啊。哎，我知道。你这方案在啊？是。其实有三张床。哎，这个行军床算是也算高级。对，这个。因为你碰不到草地。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地上一个，那边又一个。三张。还有电视可以看哎、欸。还可以 KTV。哦。唱歌什么？怎么会关灯就睡觉了？睡觉了、哦。哎、欸，有那个浪漫的灯。哎、欸，这个野营灯。哎、欸，好可爱哦，好用心哦。我怎么都看到绿色的。右边，右上，右上。哦，有浪漫的，有浪漫的。欸、会不会我们这边比他们的气氛更好？好漂亮哦。是这样。哎、欸，你们不知道现在露营有多疯狂。那为了跟那些都市熟人去区别哦，都市熟觉得我们要听一些。聪明，哇，很有趣，有没有？有，很疗愈，自由，哦，大自然 ，I'm coming， 晚安，天上地下，晚安，明天一定要复仇，加油，你们不能成为输家一人，这个好舒服哦。起床啦！起床啦！起床啦！起床！起床！起床！你打我，我要打死你哦！我是谁？你们睡觉，睡觉，睡觉！睡姿怎么回事？睡姿怎么回事？哎，帅哥怎么这样？帅哥怎么这样？帅哥，帅哥，你们膝盖硬硬的，帅哥，膝盖不要这么膝盖硬的。怎么样，各位，昨天晚上睡得还舒服吗？根本還没有怎么睡，而且晚上睡会超冷的，会冷的、欸，还行呢。司机大哥，而且昨天半夜有人在厕所，张立栋啊，是你，我是我那边，好恶、喔，你们在这边真的上厕所？你怎么敢？排水沟，神经病啊！你不会是炸了？好恶哦、喔欸，自己拿去倒了。来，赶快，带起麦克风。今天你们想要离开这个游览车，想要帅气漂亮的继续露营的话呢，就要完成我们接下来的关卡。刚刚都有听到音乐嘛，哈，听到那个音乐就有关卡要闯。等一下玩就是这个，等等。
易碎轻碰，成功将碰糖中五的图案取出即可获得红利时间。超难的，对，不是用舔就会过关的吗？跟你们讲，这个红利时间多爽，就是你们获得这红利时间就可以前往，没有这么蠢，这个录什么？我们是前往这个名人堂花园大饭店的名人堂美发厅，由专业的造型师帮你 set 造型。我放弃，我要放弃，钱我按摩啊，头皮按摩啊。不是，你现在需要有人帮你遮那个淤青呐、啊，因为你现在撞到那个淤青要遮。名人堂最新应征的美发厅。对啊，我不要那疯狂理发厅。原本想说你不需要，你现在淤青越来越明显了，需要遮一下啊。来，可以哦。来，各位，我们上碰糖，来玩碰糖的游戏了。哎、欸，这做的好精致哦。刚好是五周年，真的是手工的哦，颜色都不一样。啊，等一下上一响哈，就让大家来开始蹭这个碰糖，把它吐吐吐吐吐出来哈。而且吐吐吐的时候，可以吃。啊，会有那种突然神救援走过去掉出打火机的，你知道吗？你是不是昨天晚上都在看这部剧？在车上就看这部。开始舔。好，来准备哦，预备。没有现实，没有现实。走开！走开！走开！打火机！可以自己来。收一收。真的有用。我个人觉得你先碰到手的几率比较高。黑的就可以旁边治啊，真的假的？真的啊。那碎的话，我们碎拿出来、啊欸。你试试看啊。可以耶，可以耶，可以耶，可以拿出来哦。我连一个洞都插不下去，好硬哦。我差一点点，好危险哦。哦，被碎掉。这很碎耶，这个。要拿出来哦。有，我刚刚。那是不是要出现经典的舔碰糖的画面？那个是到倒数计时的时候。啊！啊！别碎了，死了，天哪！好了。我感觉丰田跟我发型有点像，很好吃哎。那时候我被惨，糟糕了，丰田已经出局，失败了。先拿起来。不行。哦，丰田，它会怎么化掉？你要烧针啊！你要烧针啊！坏了，坏了，有没有？哎、欸，没有，是天选之人。他一度心灰意冷，没到我的分水。你那个不能烧太久啦。我们是都没有在露营的人。哇，你刚刚真的小小功亏一篑。这么脆！God damn！ 我的湖上面很漂亮。哎，我的也很漂亮。God damn！ 我死掉了，莫田。两位找你了，两位只能留在游览车上了啊。这个舞都不太好看。哎，好，这个好痛，好好吃哦。我们是不是后面要站着？也是有点难。哎，它真的会透光哎，你们看后面。对啊，有点难啊。哎。啊、不好意思，来捂捂个头，来捂个头，哪里？一抓 ！Oh no！ 我跟你讲啊，你们至少要有一个人成功吧？不会成功，你不要闹我。大家都非常的专注，剩下立冬跟少爷还在孤军奋战，要洗手到这里，他们没有死。哇！少爷哥，帅哥，你要撞他那个洞！死了！棒！确实，确实，我的恭喜你们啊！要继续留在游览车上面啊，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外面在吃早餐的，等一下要上来了。只能这样，对吧？没有尊严的人，我们还放他下去丢人现眼干嘛？是不是？你在车上等吧，好不好？我要先回来。哎，不好意思啊，那因为我个人也还没吃早餐，我就先下去吃个早餐啊。等一下，我们大家所有再上来吧。啊，再见。那你们早餐就是碰糖啊，慢慢吃。等一下，我一下有一点味道了。
睡，赢家是不是睡得很舒服？好睡哦，舒服。野营，我们来野营，唱唱起来，这边是，然后这边是黑影，最可怕的是张立东尿尿半夜，尿的那个马桶，坚持要尿。我记住，赢家都没有好奇一下，说输家刚玩。我们早上还有任务啊。对啊，真的假的？就这个，超好玩，礼盒给你的。谁要玩？还有起笔，还有起糖啊！哎，这超酷的。放糖。野鱼是不是睡太爽啊？整个没有精神，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们两个昨天开心的，好喝好吃呀。他早餐超正。对啊，今天是新的一天了。哎，我们好不好？不要再回提醒你们一下，好不好？中年就是战争啊，我们硬的，今天是硬的，认真的，什么团结跟去年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不会再让了。请问今天这个分破，无论这个名人堂换大饭店好有多舒服，我们现在要离开了，要去下一个地方——雄狮文具想象力制造所。这里有缤纷的创意日常区，还有非常可爱的这个蜡笔彩色墙，还有 DIY 的这个制造区，可以帮助你呢去制造出属于你的上书建成的彩色笔，而且有很多漂亮的那个拍照打卡景点等等，大家记得等一下好好拍照起来。好，好，等一下有游戏，还有大来宾又要出场。这活动上面流量人气都是爆棚的大来宾，龙生龙龙要龙龙龙龙的龙龙龙，流量真的很高，超高超高，又是女的，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大来宾大来宾啊，不管是谁，好，我们等一下下车告诉你。既然是五周年呢，我们的关卡也好，来宾也好，都要跟五有关系。哎呦，五月天，五月天，五月天，跟五月天一样红，人气流量都一样爆红。你们要理解啊！我在跟大家，我要跟他们和平的。好，不是不是，我们找的一定是小鲜肉，绝对不会是老辣的一个创意。也是五开头的，也是五开头。让我们欢迎五阶级的龙俊硕小辣。小戴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五阶级的小赖。欢迎欢迎。嗨，大家好，我是五阶级的龙俊硕。什么张立东？他是长辈，我也不要，没办法讲什么。啊！张立东龙俊硕，三年内，来来，再关再关再关，唱歌唱歌，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唱好吧。拜托别烦我，闯进我的生活，有没有？这怎么送？怎么送？怎么送嘛？怎么送？好像，好像，好像，好像可以啊！我兄弟啊！拜托你别烦他，拜托你别再烦他。好，各位，我们接下来呢要玩的游戏呢是要斗智一点的，因为毕竟五间请他们之前玩狼人杀之类的，好，这斗智斗力都非常厉害。对对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请各位呢两边现在各自选一下队员。好，我们请他们带队带领我们这群废柴烂咖，好，想办法来玩出这个头脑很好的。哎，你要好好选哦，对。聪明的应该知道选谁了，来，剪刀石头布先决定哪边要先选。剪刀石头布，你先，我先。布凡，布凡，不要太眼光好不好？道哥，道哥，三打一球。这个战力薄弱啊！不是聪明的，对，他是聪明啊，聪明的。哎，你做，你做，换你做选，不要太想知道不懂。我先选，选聪明，我那个一哥，一哥，我一哥，他们俩一哥仨，好笑，好笑，正经的，好笑，好笑，好笑。真的刚出道就说他很有礼貌，对啊。威廉哥，威廉，哎呦，自立，自立，自立。我不想走过去啊！再想一下吗？可以啦，可以啦。而且你就很搞笑啊！想一下，我们这边要选谁？嗯，
没有啦，那台你不认识吧？那台没有，一对只能有一个龙运座。要不要选自己的名字？一对只能有一个龙运座。你选，他想跟你同队。我要选你一个。你智力吗？没事，智力下来。来，我选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人。没关系。选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人。哎呦，玛丽，哇！玛丽很聪明。你是公主。放开了。我跟你说，说起来了。哎，小赖继续。哎，小赖来了，来。但是要老残穷哥。老残穷，还有老残穷。选他，他太聪明，他其实很聪明，他很聪明，他跳，我不能先选他，我对了，我没有问题，他现在是在我家这条线的学长，哈哈哈哈哈，他们都不要，也是被取代的，所以你们才会过来嘛，被取代，没有啊，哎，真的老残，真是啊，老残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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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位，先选花花。花花，太知道在讲什么。哎，就我们两个，看我们两个。我今天，我跟你讲，有眼睛都知道选谁了。我今天帮那个立冬哥完他的愿望。哎呦，我选。哎呦，你看，我还知道哎，一个队里可以有一个龙真的。你说北仙吗？立冬，立冬已经太疯了，太疯了。他们到最后。好，对，好，我们现在针对已经分完了啊。我们看到关卡之后，就可以来证实两边队长选人到底选的精不精准啊。来看一下，等一下玩的关卡就是这个。五子登科，六人一组，需接力吃掉碗内的果冻，并用空碗与敌对 PK 五子棋，获胜的队伍即可获得红利时间。来来，马上进关卡。这太不平均了吧？五子棋的舞台啊，等一下呢，两边呢，这是第一组的对决哈，这关是两个人一组哈，吃完果冻就可以放碗，那队友放碗之后，另外一个队友就可以吃下一碗，最快五个连成一线就获胜，我们是五战三胜制，好，来准备，预备，记得挡对方一样 ，yes， 来，睡，再挡我们的，你会死。他最近还会，他快嘴了。我来讲，舌头都放。对，他喉咙没有。但是你说不敢凶他。没关系，那我们至少耗掉他们大。而且刚刚到这里就已经赢了。我要双头，用下四对他们的上四，用最弱换最强。对啊 ，OK。所以第一回合是我们小赖队这边获得一胜。来，第二组请上。好，来准备要吹哨开始。准备。先喝到嘴巴里面。快还不能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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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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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第三组就会。第三回合，刚才我们五战三胜，这边已经停牌了，已经两胜了，差一胜。我劝你们输一输，这样大家来吃午餐，对不对？一分，你不要嫉妒的，不要这么好胜啊，没事啊。我们现在连赢，我们现在接下来连拿三局。对对对，连拿三局，别打我，我现在只剩下画下功能。再有了，好来，上一场开始预备。哇！哇，这很帅哦！可以可以，看一下看，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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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没事，好，所以呢，现在由这边罗俊硕队呢最后的一分，所以你们现在再继续往下比，要派出你们第四组来，第四组就会，现在比数是2-1哦，干嘛干嘛干嘛？先看好你们要吃哪一碗、啊。我可是刚刚比完马上比，这个是你很厉害，你就是很饿的人而已啊，没吃早餐，吃早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要跑100公尺。好，来准备哦，第四回要预备。你们太认真了吧？胖才可以吃。很饿的人啦，那够。好，我们刚才在那个地方叫做雄狮文具想象力制造所啊，这里除了说平常有提供文具的 DIY 游戏以外呢，还有不定期举办艺术特展，还有制造基地可以参观，让大家可以平常看一看就知道文具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啊，让我们的智力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透过这个组装的过程增长起来。哎，那相信各位，好，经过刚才这个里面的这个熏陶之后，整个智力应该就起来了。当然起来了。接下来是纯斗智的游戏了。哦，太好了，纯斗智。这个纯豆子我们一样要分成两边，所以要分成五个一组去。我提示一下，你们会需要有默契，了解彼此，而且尔虞我诈，因为你们需要欺骗。尔虞我诈就很需要张立东啊。哇，立东，我这是 NBA 选秀第一顺位。NBA， 立东选我，选我，选我啦！我跟你讲，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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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两个，一对，黑的两个，是黑的吗？好了，再来，黑吧黑吧，黑吧黑吧，哇！哎，你们三个，天哪！三个，哎，我们威廉，三个挺保生，对啊，是三个挺保生，可以，没有，没有，我们可以啊，我们这个只有一个，我们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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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现在分边坐好，来了。好，所以想你们的对手不是彼此，你们的对手是吴坚琴那两位。哎呦，对付他们两个哦。你们要想办法自己要团结起来，而且可以欺骗对方。要玩的就是这个，先底情报员，五人一组，在限时内需轮流发问，并依照回复猜出正确的谜底，且不能被吴坚琴找出知道谜底的成员，调整成功的队伍即可获得红利时间。细节的游戏呢，我们等一下下车之后再好好研究一下哦。你们现在想想看，谁有可能是那个最会骗人的人？好，来，我们准备进关卡。好，来，
回合，我们第一个派出的威廉在那个上面啊。张立东很有信心，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团队是心武坚情啊！拍手，好笑，拍手，好。所以龙俊硕，龙俊，谁是小赖？谁是小赖？谁是小赖？大家说，我们都是小赖，很厉害。那派出威廉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说，他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他们在讨论游戏的时候，威廉就是过去那边，然后赵老哥说你保送，你就是去点头跟摇头就好。反正现在威廉呢，就是负责点头摇头的人，他们接受这边的问题。那如果说这边有办法在五分钟之内呢，能够成功的把这个答案给猜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的福利时间。但是只要小赖跟毛俊硕猜到谁是个带风向的人，那么这抽的红利时间全部好，抽完了红利。好，现在答案在我手上，先各自先拿一支。好，偷偷看啊、哦。接下来正确解答我要给威廉看，在这里啦。张立栋，你空白了，不要装了啊！哎、欸、哎、欸，名字好长、哦。恭喜你们解散，八个字。他们要多傻？这一题的范围叫做明星。哦哦。计时开始。我也是白的。这还要想？这有黑戏啊！乖啊！看年纪大。歌手。时间过了十秒，他说年轻，40岁以上吗？问题，台湾人，两个字吗？有演过戏，问问题，这是问题。对，跟你搭档过吗？他是团体吗？团体很红吗？解散了！没有，谁这么爱解散？网络不叫红。还有在现场。小赖，这群人有没有在记前面的答案？答案已经出来了，剩两个。九折。你猜错了，你们九折不是吗？来。哎，不是，刚才前面你们有没有在听前面的？刚刚已经讲团体，然后这个人猜楼俊硕。对啊，你在干嘛？不行啊！我以为是团体里面的。那你们觉得谁是知道答案的人？笑宇。哈笑宇。来，请秀手上的签。我们龙错子、立龙四个一起。我觉得张立栋也很对啊。啊！那你又带的很烂哎、欸。快答对啊！那你要提示说是我被团体吗？这都在。哎、欸，你们很让我失望哎、欸！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好。你应该是男的吗？还是女的？我跟你想这么久，跟不久都是想小赖，这个就明明是小赖，很明显的提示。所以才问两个字吗？哎呀，不要难过了，就算我们猜对了，他们也抓到那个啦。我没有没抓到，你到底有没有在录影啊？你怎么叫我跑的？他没有猜到他了。我们要让来宾，我要不在那边啊，换你自取其辱。来，挑战失败，好，下一回合。那因为你们虽然说第一题没有答对，但是你们现在还有2分52秒，很充裕。而且我们刚刚一开头还说我们是心无剑气，太难了，无脑群呐。我们刚刚中断了吧？所以保持现在的状况。好，来，先一人抽一支签走，先不要打开啊，大家一起。你们的题目是？我们这边是想这样。第二个题，第二个题，第二个题。有鹰眼呢。这次的题目非常单纯，是动物。
对，动物。好，来第一个一样从小阿哥这边开始，准备。是用狮子叫的吗？两个字吗？大型的吗？哇，这个尴尬到不行。挂机的。会在树上吗？吃肉吗？哦，好问题。我看连迟疑都可能是一种回答哦。它在路上吗？啊，不然地上，大怒。地上，地上。哎，不是地上，你我确定，请说。树懒，拿错。一次，一次，还有两次。十只脚，十只脚，可以吃吗？刚才两个字，有脚吗？有脚吗？嗯。现在最后五十秒。我会攻击人吗？他的大便可以吃吗？我是硬猜啦，是三十秒。会飞吗？来，请问是为什么会觉得是在树上？不是在地上。没有人说在树上，我摇头啊。对啊，我树上我摇头。你们怎么一直在说是谁在树上？没有，是不是你不好在树上？等一下，好，等一下，不要生气。你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了？答案是乌龟。被踢呀！你不是踢乌龟啊？你不要怪我。不要给人发现。来，鲶鱼，你的答案是？
哎，你们四个要去哪里啦？好，四位都看完自己的签了。这一题的提示是明星，明星，明星，一样是明星。来，从那个一哥开始作答，预备。台湾。歌手吗？有得过奖吗？三个字吗？唱歌的吗？国语歌吗？四个字吗？Andy 很红吗？你看你们的表情。今天还有三分四星啊！我们俩猜的。他们问题其实问得很精准，还说什么一二三问完最后一个答。卧底卧底。最近有上电视吗？在看得到他吗？最近电视没看到他。秀哥。动力火车。错，都主持节目啊！哦，剩下三分钟。我刚刚讲得奖不一定是金曲，有啊，还有什么金曲？现在是金曲，乱弹阿翔，恭喜答对！耶！要有得奖啊！但是乱弹阿翔，我应该知道卧底。你们根本不知道答案。而且我刚刚都讲了，而且我们刚现在已经确定，刚刚把威廉推上去对。对，他刚刚突然，我们问完四，他都是三个字吗？然后就是，什么什么罗时丰。这种水准你够够你，就来这边我打。呀，你怎么在树上的那种跑效果？哦，因为他以为是大陆啊，来，你们现在时间剩下2分35秒，但是我们两位魔王呢，你们知道谁是卧底吗？我们刚刚讨论出一个结果，我们觉得是纳豆，因为他从第一个问题就说有得奖开始，他就已经在导那个方向，加上他中间有一些，然后四个字的问题也猜对了，對然后。动力火车硬讲了一个，讲出四个字的，他先讲一个错的，再讲一个对的，不然就是。真烂的，有得过奖吗？四个字吗？动力火车。哎，你应该。你猜别人都不要，对，我刚刚还四个字，我都猜乱弹阿翔。对，你们被抓到卧底是谁？所以你们这红利时间不能拿走，但是你们这个2分35秒还是可以再玩一点。好，来，请抽签。多了，大家不要对他们期望太高。可以啦。你的答案在这里。没有，我刚连问题都不认识了。看清楚了啊！好，来都看好了哈。动，快快动物了。这题的提示是动物。哎，先明星在动物，我刚刚能这样吗？明星在动物。你让他玩。没，还没呢，全没。先玩。哎，太粗糙了。他明星第二题动物不一样吗？如果你不是卧底，你也不用这么积极的否认，这样答错不是更好吗？没事啊。没事了，是不是？好，来，四位，我们准备啊、哦。从一哥开始，预备。可以养在家里吗？养，什么？可以吃吗？两只脚的吗？有做成卡通人物吗？12生肖前6个吗？哇！有尾巴吗？
李毅，我知道答案，请说。老鼠。答错。前六个吗？两个字吗？剩下两次作答机会，玛丽可以继续问。他不问我了。问完了。我要答，我要答，我要答。兔子。答对。剩下51秒。不会搞那么复杂。来，兔子。他搞错脚啊！这边就四只脚。请问你为什么觉得兔子？我要确定兔子两只脚。兔子两只脚。兔子这样掉了。他犹豫，他是不是四只脚？不是，他手在上。我们确定没有？兔子四只脚。你们回去了，我们丢脸了。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要你们看，你看到我们吗？我想哭啊！不要这样，因为威廉刚刚又发声了，他说兔子，他一听说两只脚，他就。威廉是在这边的，他手这样子，他讲逻辑是一样的，一组的，兔子是两只脚，不认为手是脚啊。来，这个答案是兔子没有错，但是你们能不能拿回这个51秒？关键是两位魔王，你们觉得谁是卧底？我刚孔杰应该蛮早就锁定好了。对，我们大概从看完牌，我们大概就有点想法。一哥，你们觉得是一哥？觉得是。来，一哥先开自己的先。一哥是卧底吗？傻眼吧！傻眼吧！给了一个搞维的角色。还是你们要猜也可以啊。哇！会前调的。哎呀！你不知道。谁会猜的啦？一定是前调。好，因为我们玛丽。玛丽是玛丽吗？玛丽，拿开你先。热身小杰六个。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是每一个人各自，而且我们是四舍五入，所以我们就直接给他们1分钟。恭喜获得1分钟。他们平常的节目当中都会选 MVP， 所以我们给这两位魔王一人各1分钟的 MVP， 觉得谁最聪明，可以把这一分钟。哇，他们好困扰哦。都算我会选一哥，可是我这就是因为关系啦，他是血的吧？不是，他就是关系，不是，他不然是什么？听我讲完好不好？因为他刚刚让我们搞错了，因为他刚刚前面讲一定是讲错了，四只脚啦，然后又讲说什么有做成卡通人物吗？我们就是因为那些问题，我们觉得，哎呀，他是不是其实知道答案？他有混淆到我。对，他说不对吧？讲不对吧？对，没关系，我以为饶舌歌手是有什么讲什么。对，来，对啊，来，恭喜一哥先获得一分钟。还有小赖，小赖，关键的一分钟。不一定随便。来，如果他还是选择一哥，这就代表了这一切还是有关系。我一直觉得你主持没有，我刚刚原本觉得我也要选一哥，可是因为跟你重复，我觉得大家奖金平分。我选玛丽。这是什么东西啊？来，快点，你可以拼班长，握手，握手，耶！恭喜一哥跟玛丽额外再获得一分钟的 MVP。酸米，而且酸米哥这些人，酸米哥这些人，啊，不好笑，贱人，我太卡了，直接爆了，我觉得我们也对，没事啊。好，在这群报名恭喜你们之前，我们先谢谢我们大来宾，谢谢小赖，谢谢罗俊硕，来，所有的笨蛋请回游览车。辛苦了各位的
分钟，一分钟，一分钟，谁补的快？我看到大家跟我都一样。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各自都有几分钟来着？小阿哥有五分钟啦，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六分钟，五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七分钟。鲶鱼先，然后会丰田，零分钟。两分钟，你是零跟左右一样，真的好衰，这是怎么烂啊？我们转转运啊，转转运啊！我们接下来去的地方是基隆东岸广场 East Square， 这个地方呢有美食，有商场，可以逛街，可以吃，可以玩，而且呢有空中跑道跟观景平台，这些东西呢让这个地方变成了基隆当地最热门的 IG 打卡地，因为可以俯瞰基隆港的最新美景。Wow. 那在这个地方，刚才鲶鱼说你跟威廉的频率是合的，我们等一下要请大家各自找一位伙伴度过接下来一整天，接下来所有的关，整天后面所有关啊，你都是跟着伙伴一起闯祸，那很重要哎，那怎么知道那个？对啊，威廉太棒了，我们现在嫌他太冒险，威廉太冒险，有点冒险，威廉头发这么厉害，他丢掉。两只小孩嫌你，小孩嫌你自己才是兔子。被歧视的人歧视彼此，你只有威廉懂你而已。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要请大家各自找一位伙伴度过接下来一整天，接下来所有的关卡，一整天啊，后面所有关啊，你都是跟着伙伴一起闯祸，那很重要哎，那怎么知道那个？对啊，威廉太冒险，我们现在嫌他太冒险，威廉太冒险，有点不行，威廉头发这么厉害，他丢掉啊。小孩嫌你，小孩嫌你自己才是兔子。被歧视的人歧视彼此，你只有威廉懂你而已。怎么分啊？我们大家自在才是真的。好好好，我跟你啊，威廉，你会被闹翻。OK， 然后跟你讲，没有没有，他被排挤，我们灵魂同盟。我跟你啦，好，哇哇哇，老偶一直，老偶一直。来，都选好了吗？请按照分组坐好。来，花轿林贼。有没有在海边的空气很舒服的感觉？要上船了，其实我都没不上船，我们体验基隆在地的风光啦。而且呢，其实没有没有，我讲过了，不上船。我们在这个五周年啊，这一两年的事情。其实大家都觉得说这一年发生很多事情啊，许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过生活啦。哦，我们不仅是健健康康，我们今天健健康康康康康，欢迎我们大来宾康哥跟康康哥。这个人哦，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大声一点嘛，不好意思。不要再打口入哦，好不好？没有，因为你们是主持人，我们要尊重你们，要从后面。不敢不敢，不好意思。来，康哥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哪一台啊？对，每一台都可以开始。嗨！很高兴啊，我。五周年生日快乐！我看这个节目是这样，我是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都来，基数必然，所以明年就不会有你。我是第一次来，哎呦，因为最近生活困难，现在出外勤，
对生命都很危险。而且我们先玩一些比较温和的游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考验这两位大哥呢，他的霸气有没有镇住我们这些小朋友们？要玩的游戏就是这个。吹牛一哥，两人一组，须与武林大哥 PK， 骰子吹牛，获胜的队伍即可获得红利时间。哦，这么简单。等一下，武林大哥是，两位都是，因为我们五周年来宾都要跟武有关系，你们都是五十几岁以上的。武林大哥，对了，五年级的帅哥嘛，帅哥啦，对啊，没有很开心哎。武林大哥可以，两位对吹牛应该都熟悉吧？哎，很会玩，他比较厉害。好，那我们已经分好组了，可以排好顺序了，马上进观察。吹牛的时间到了，来，这个游戏的话，我们三国志的成员比较熟悉，之前有玩过哈。有观众朋友们讲一下，现在这边每一组呢，每个人两条命，等于有四条命，然后玩这个吹牛的竞赛。每一次呢掷骰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喊你掷出的点数，你可以照着你真的掷出的点数去喊，但也可以假装可以吹牛。但如果对方觉得你可能在说谎的时候，一抓抓中了，你就要退回原点。哦，哎呦，那抓不中的话，抓错的了。但是之前抓对多错就是你们啊，输到什么都没有。只要抓错人啊，被抓等等啊，都是少一条命。如果有一边的四条命全部被用掉的话，那一边就是输掉了。OK， 来，我们现在这边呢，从来宾这边开始进行哈。来，康哥还是康哥？蔡选，来宾蔡选啊，蔡选了，等到时候不。好突然的发飙！我先吧，对。对，你先。六点啊，抓了，六抓了，就是六点。瘦哥少一条命，六个大哥也要抓，啊你别想抓，好来，没事。那豆哥嘛，好来，抓一把，两点，哎呦，太少了吧，怕了，好强哦，那我来嘛，4点，要抓吗？好，那我跟我出意见吗？可以啊，可以，从这里讨论的。六点，看这么久讲六，哎呦，有吗？有什么抓的感觉？抓了吗？经理，你觉得对方的信用额度如何？经理，你好吗？经理，这样感觉我在立法院执行，没更小。你给我讲的更小，我头发，我头发是不是比本尊还多？来了，怎么来了？抓！来，请问你值几点？六，就是六点。哇，就看关系。他们不用退吧？要，不用退，不用退。2点。抓吗？两。不抓，来，豆哥，请继续。太假！哦，你在抖。在突然间停车在哦。四点。要抓吗？四点不抓。到我吧。4点不抓，那就换到康哥。一点抓。不好意思，康哥是这样的，就是哈。现在你们不抓了吗？确定？不抓。就是说，康哥，如果你有点名，用一点。因为我们主要是太见多了。要先到谁先带终点？下一点是吧？好了，花姐，哇，来，等到六了。哇！12，我来牺牲好了，你就剩一条命了。对啊，上。这个回去把他抓了，一样回去。对啊，我一而已，我怕什么？确实。抓。好，请问你是几点？6点。而且其实可以拿掉了，因为他两条人都用完了。该我了。对，换康哥。6点。哎呦，那我怎么样都抓，我跟他拼了，抓了吗？来，请揭晓你的点数是6点。好会玩，好会，余生小伟。
去，自己去，做门面的，做老板的，刚刚还少走一步。哎，我们是职业夜店王子哎，以前结婚才收的哎，涨太多了，涨太多了，胜不骄，败不馁。来，第二组，上，上，第二组。第二组少伟哥跟威廉刚才在车上信誓旦旦说你们这组超强老偶啊老偶像、欸、这个我很强我上次把小哈所有的那个贴子都骗过来你刚刚说什么老偶还是老狗老偶偶像不是骂你们啦、啊、好那我们这边呢一样要猜拳来决定谁先攻吗好看过剑刀石头布哎哇没有赢过可以重来吗？距离很远，我还看不清楚。好那现在要我先、啊，你可以决定你要先还是后啊？先啊，先是好的，先玩。先哦，确定吗？请掷骰。我去日本酒店，他们又没有在玩。哦，五点。金句要不要抓？我觉得抓。五点有点多。我们觉得你有说谎的嫌疑。没错，抓，请揭晓。就剩五点，拍谁？一条命没有了。刚刚算是少伟哥抓的，少伟哥很可惜，威廉的一条命。脑肿，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是总共四条命，要分谁嘞？你没有找我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为了生存到现在，他还是老他一截，老他一截。换我了，换你仔，来，来一个六，大，来，来几点？三三，不抓，三点谁要抓啦？那烂，来讲吧，你很烂，两点，两点不抓，放过你，不抓。好，来，少伟哥，哇，哇，好不好？好有气，有点气。我告诉你，你不是五就是六，对不对？对，还是你离开了，离开了，不是五六，离开了是我的歌，你的是我难过。五六，不能玩，我四点就好，不抓，抓不抓？不抓，那就又回到康康哥喽。康康哥，请说点数。两点，两点，不抓喽，来哦，不抓，来，来喽，来喽，哇，好，老五严肃了，我们刚刚不是说他严肃吗？不是不要，我都不敢，我都不敢。你一讲到我都心虚，口急。来，威廉，你直出的点数是六点九，直接冲上去，抓，请揭晓，六点。才两点，我换回去。康哥，哎，康哥，六点，不抓不抓，我们把命留给抓康康哥。好，不抓。来，那又回到，换我，换你，换你。你换我，你来换我。五点就五点，哦。追他的伙伴，哦，抓哦，万一抓了，我们又回原点，我这一次拼六点就赢了啊！对啊，对对，逻辑越来越清楚了，好哦。几点？四点。看你敢不敢抓，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呦，差点丢了，到这洗安了，我抓，因为我还有一条命，我抓。哎呦，抓就抓，抓中了，四点。我是不说谎的嘛，所以少伟哥抓回去，他们叫赌威廉，可不可以？回去原点，换我。你塞一个五已经四以上就过了，决定性的塞一点，哇，好，四十一，什么？哎，两点，两点的意思，两点，十一点，十一点要抓的，抓，呀呀跳一个，抓。我，所以康哥就没有了嘛，对不对？还有两，康哥两条命啊，所以他就要拿掉了。你是说我赢系列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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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是我的。哎，我应该不会少一点吧？一定一点以上就我了吗？一点以上就过了。你赢了，踩就赢啊。哎呦，四点，哇，我一定要走，喊过关的，又黄总了。我先把它移到下面。你确定抓？那这里还有两点掉下来。对，好，来，一定要抓。对啊，是
先攻，一定要抢先攻。恭喜！没有，那一把没骰中就没了。国王连收两组，好强！这样我没有，这不全赢嘞，没有赢啊。对，你没有赢啊！有导师啊！来，第三组，请就位。好，导师。第三组一样，猜拳决定。要石头布。对。呆瓜。我就不会输，奇怪。哎，因为哦，他在家里，他说不能骂小孩，也不能骂老婆。他出来压抑，压抑，压抑了半年。压抑。好，来，康哥，你要先掷吗？先掷，先掷骰。好，由康哥这边，请掷骰。好，好啦，不要欺负你，鲶鱼，对不对？大家认识那么久，四点就好。不抓，不抓，抓不抓？抓，不抓。看你这边，鲶鱼。鲶鱼心情不好的。他长，他本来就长这样。没关系。好，好啦，不要欺负你，鲶鱼，对不对？大家认识那么久，四点就好。不抓，确定不抓？抓不抓？抓，不抓？看你这边，鲶鱼，鲶鱼心情不好。他长出来就长，出来就长。六点，现在四，四六，先不抓，不抓。康康哥，康哥。抓吗？我脚抓。当然要抓，你前面抓不抓没差，少一条命不怎样。下好离手。我相信刚刚他说他不说谎，我不抓。你不抓了嘛？来，看你是点点。我就跟你，我就跟你说好。你干嘛画啦？我刚才说就是要抓你在原点呀、啊。哎、欸，不是你已经输了，你在那边教你是不是？我是不说谎，我是这个单元叫人家要说谎，对，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好了，该我了。没有，马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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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知马力，三点。三点抓不抓？抓那个三点没有意义，对啊，抓三点没有意义，不然就比他多点。对啊，喊那三点。对啊，干什么？我操你！康哥，请喊两点。抓不抓呢？抓。不抓。不抓。顶多一。还要回到捻捻。哦。幸运捻。哎呦！哦，来一个。哦哟哟！五啦。到十一。抓哇是五点吗？我真的太强硬，就是五点。不要脸。康哥归零。我来。到我还是回到康哥，你还有一条命。上。哦，十二。四。没有威胁了。好了，不抓，那就回到玛丽手上喽。三点六。三。抓不抓呢？不要抓，不要抓了。我来啊！好，又回到康哥，好不好？一次弄好，先弄个十二，转有够久，哈哈，四点，十，输你一点点，爸，抓吗？康哥，抓到了吧？你是不是？到了，太早漏了，抓了，你看，哎，搞不好你一点啊？对啊，有可能哦。啊，你讲六点啊，快点。有可能。三呐。啊，就是十四啊，抓抓十四。抓，揭晓。对啊，精彩。他们容易累啊，第三关就累了。他们开始累了。所以第三组呢，可以获得五分钟的红利时间。第四组请上。武林大哥刚刚拿下了第一败，那现在就第四组，毅哥还有小哈哥。哎呦，谁要猜拳？看谁先攻。刀石头布。没有，不能每一次这边先。好来，小哈哥先掷骰。你要点主意。跟二人同伴。对啊。一点，好莱坞演技就浮夸。开始都走三个字。瘦了以后脑子也瘦。五点，来，帮我们移到五，小哈移到五。不，
抓。五点要抓吗？抓，抓。没事，后面棒子比较好，要不累了，累了，累了，太不演了，不演了。回到一哥，他们已经看，一哥唱得好开心啊。四点，我不抓，四点的抓，来抓，好来。抓吗？不抓啊。尴尬，两片又不知道该变多少。现在，立冬，立冬抓抓那些，你到九九九，九点抓吗？抓了，抓了，小哈的点数四点，抓到，所以康哥我休息了，你休息了，真的很想休息，真的吗？我还是会肉赢。康哥，你现在孤军奋战，干吧。美梦成真啊！三点，三点，抓一个，抓一个，真的假的？三点你敢抓？因为我们要四条命，对，剩下一个人。好啦，你赢了。这什么啊？他还有一条命的，还有一条命的，还有两个，他有一条啊，他有一条，有一条。他这边，这边，这边。两点，两点，加到六。六点，两次弹救你们，抓吗？你们还有四条命吗？抓一下。不是不是，因为他再怎么甩，他下一次有绝对不会甩，可以下一次再比。对对。哦。一哥已经玩出一个心得来了，小哈的点数是，那小哈就是一起。拿到要到二，你一定要抓，因为你最多到六也是十二跟他打，啊他这样他就赢，抓，两人一组需进行注音十字路口，有没有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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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粉汤，菜头啊菜头啊菜头啊，你很聪明。哎、欸，他进来啦，吃瓜的啦！阿哥，你我给红包，你五十块，你的吃瓜会再较紧的喂。是在红利时间内扣二给艺人朋友，并让对方到台视接人。你在哪里？我在吃饭。你在吃饭？那我等一下，我在基隆，我等一下要去台视。哎，那、啊、你可不可以台视接我？拜托。你跟谁在吃饭？不认识。不认识。张立东嘛。谁？不要了，我不想要你跟别的男人吃饭。再见。等一下，哎、欸，你拒绝说大男人，背着我跟其他男生的、啊。三国志将五周年，我们一位回娘家的大来宾。哎